屏东燕京府四年前成立农村再生专案推动办公室，系台湾头一届成立农村再生办公室嘅件事。两年前，天树内部乡东平社区用八间有限耕种农场，合作成立全台头一届农村社区公司东平宝社村股份有限公司，每同部分嘅人数回馈社区。东平宝社村初三就提撇期盼成果点。电视台今年来届产业社区发展同分从来到成绩，希望对外流同老化的人口当中，前转再高发展的机会，本东片村变作农村发展的新典范。屏东燕里埔乡东片社区村民大约1200多人，65岁的老人家入超过1/3。东片社区的妈妈等段先生做健康操，体内避免前瞻烟、免疫安补训练的成果。社区消费所需要的相关款项，由宝社村公司提拨的人数5%提亏来做社区基金资金，成为社会企业的典范。老人家底下消费也唔是少，做一阵有5%吧，拿出来分。当地的南仁宫的研发组，啊，老人家啊，能够有一个天书帮忙，啊，所以啊，也保杀准。可以讲一个典范嘛，所以这个动作就。从可可阿头用擂茶的方式，本游客体验树挪可可阿头的乐趣。会见教室也因为安尼充满了口气里的香味，挪系过后从手滚水，社会口气里合适的表情中下台面红。除了三批企业以外，农菜办公室斧头地方开发设立项，还有农民亲辛苦作业，丰富的东片三期的经营内容。农在包含几多方面哈，免那讲农村再生啊，包含客家文化咧，人哋已经啊对短期目标、产业嘅整合，更加下都啊总期目标、产业同人哋社区嘅人文而做结合嘅。东片宝沙村执行长王英勇表示，东片村去年人只有5个王爷，今年都仅人只有3名，系典型嘅人口老化社区。国家当今业地方创新年代，东片村可以讲系今后嘅创新示范基地。宝沙村未来嘅主打系绿色照顾。我透过农村的生态、生产同生态，以一三省来睇到东片村的地方创新。下届新闻，潘胜旺频道报道。